咱再见。要羊汤，喝瓜子酒，吃炒菜。这大哥又打开一箱，四餐四碗，四十二度的。我天，完了完了！大哥，这一箱够喝了吧？不够，不够。大哥，这个瓜子酒口感怎么样呀？面好下肚啊！喝好了。四十二度地瓜羹，30块钱一大碗，它是热拌两肚，人家是凉拌两肚，它热拌两肚，然后再配个瓜羹酒，我先把酒倒上。来山东不喝瓜羹酒等于败类。怎么样？我这倒酒的技术行吧？非常棒。喝个小酒。哎呀，不累。这酒多少度的？这酒我怎么看多少度的？42度的。哦。我喝这酒时候多。这酒喝着，确确实实的有一股地瓜干的清香味儿。行，罗慢着啊！好的，这姐也抱一箱42度鸡块干，姐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大北河东。这个酒口感怎么样？非常好。好，姐慢点啊。后边大哥们就是喝的这个酒，42度地瓜干，112四瓶，还给这么4个小黑碗。喜欢的，视频的左下角去拍。